我只会玩斗士角跟 AD 啊，我不会玩坦克。而且我觉得这版本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角色的情况下，没有必要玩石头人啊。我没玩雷文就不想玩雷文了。哇，我怎么是辅助啊？欸，这系统是不是坏了？那给我辅助是怎样啊？完了，我的 BO5 他不想让我赢。哦，为什么不给我上单？那我的 BO5 他给我辅助欸，这难受啊！再选。我要变色雷吧，要不要变色雷吧？对方也变了色雷奇啊，色雷奇是很可怕的，是不是？看来还是没有上单啊，乖乖玩辅助吧。好啦，机器人，抓抓抓起来，开抓开抓，各位，我来看一下机器人符号带什么东西啊，我研究一下。白痴哦，人妈辅助是什么东西啊？人妈辅助还不被辅助喷成白痴，这么赢？现在研究一下机器人辅助的符文哦。裂地冲击，神圣守护，我看这个组合裂地冲击好一点。这样点真的没问题吗？是哪个喜安儿的点法？是这样吗？如果我们用不到爆破啊，算了，还是点这样吧。我知道会被压，不管了，就这样点吧。照抄，不动脑，不动脑型 support， 直接照抄，不动脑型 support 啊，管他的。反正这把不会啊，我已经躺好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一定屌拉对方，好吗？相信我，我的机器人很猛的，稳的一匹。打给我，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好吗？喜安儿，打了没声音。想跑啊！哈哈，几秒再一个勾。阿兹一级雪榜是不是就爆了？六人吧。怎么呀？八扛一下，好了，上线。这里不要出钩啊！教你们啊，玩机器人这里不要出钩啊！这里不要出钩，比你出钩好很多、啊。因为这里你只要不出钩，他们一辈子都有压力啊，会有那个心理阴影啊。啊！你只要出钩了，你没勾到，你就不他们就不怕你了。所以这里不要出钩啊，交给各位了。这个秘传绝学，这里不出钩。这辅助我们也是略懂，这样玩要死啊！好啥、啊？对，好像赢了，他没有赢。哎呦，这个，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那你怎么不狙追？我就可以打、啊。啊哈！我双 B， 啊哈！灭绝，看，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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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秀了吧！看，三分钟冲高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行了。其他不用给我那口治愈的，我不会死啊！我超硬的、啊，因为我有盾的、啊，其他不用给我那口的。我发现给我奈可代表他是一个好主好 AD 啊，这把不放生他、啊，我们多帮他、啊。
哇，这榜有点绕赛，不过他没有闪现，他死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看来又稳了一盘了。我的 BO 今天是很开心的一天。而且这把我们的 Q 命中率超级高啊，100%，完全没有空过钩，有够强。直接锤起，是吧？就不勾。哈，这里不勾啊，不要委托啊。100%，完全不 Q。杨柳，支持，没可能。空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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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，都不推，都不推，他们崩了，他们崩了。搞一波蚂蚱哈，我去搞一波蚂蚱哈。快乐机器人，快乐起来，这波再跑一波中。哇，你还想回家啊，兄弟？被缓住了，难受。再来一次，再一次，故技重施，再搞一波。这里是时候考验真正的技术了，不需要出钩，不行，再不出钩一要死了，还是把它拉起来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维持我们这100%的命中率，这不出钩一定要死了，赶紧出钩了。再推一波，凯撒放推已经不会动了。OK， 结束的非常快。哎，早跟你们讲了，我打辅助很猛哦，我不打辅助爬，因为我怕我爬太快了。这样子让那些 AD 哪里有，这样子让我的 AD 如何圆过去呢？我辅助猛的一匹啊！不想要让你们感觉我 AD 很菜啊，所以我就不敢拿辅助打、啊。我玩辅助超强的、啊。那你觉得蜘蛛猛不是我猛吗？不是辅也联动，所以不是我猛啊，我超猛的好不好？我各种把视野做起来、欸，对方跟白痴一样，一直被我们无情 gank，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蜘蛛会不会来。我要进野，我们靠过去。他露头了，他露头了，露头了，露头了啦！他露出他的龟头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搞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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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哈，死去，不需要按钩，我就怕他露出他的头了。那个没有在继续跑去蹲那的，哎，就跟他走，就跟他走，搞理性，搞理性，把他打起来，直接吃了，你直接吃了。不用，可惜他闪现，没闪现他就死了。无情塔杀，我们这个屌钩骗闪。他怎么？那、他就暴毙了，不行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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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推个卡格吧，让你先踹我。啊，他不敢踹我，给他机会踹，他不敢踹，这我没办法。总比分来到了11-2啊！啊，我们。有九颗头跟我们有关系啊！这把我们不 carry， 我们是什么？我们这把超 carry 的好吗？那个拉小兵不能怪我啊，那个本来会拉到的、啊，那个其实本来是中的，那只是因为小兵堵了我一下，不然其实那一下是会中的，所以不能算空钩啊！哎呦，我蜘蛛怎么才无盾而已啊！我靠，凶欸，好凶哦！这个人五等凶八等欸，这是合理的吗？他五等欸，然后像穷八等的，是正常的。很感谢。不用，
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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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不是我的事情，赶紧溜了，赶紧溜了，兄弟没有招了。哎，没有拍出来，不怕死了，献出了我们的第一次死亡啊！我没关系啊，已经稳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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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杀了一次，真残忍！我来帮你啦，吸血鬼，演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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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没烟雾的。别跑了别跑了，你已经死了兄弟，还想要大走啊？直接把你拉回来，别死去！哈哈，机器人屌拉一波。好，现在帮忙我们的队友，再带一个风向。无情 EQ， 放个沉默，还想出来，直接被我沉默变成傻逼，哈哈，放不了招。我也放不了招了。关键神闪，再拉一个，直接团灭。GG。好啦，又添一盘胜利，再一把就过波五了。十三铁十七。最后这把我以这个精锐的拉准度收工了，这把我拉的可以吧？哎呦混分啊，各种屌拉，比我原来这么简单的任务吗？是的 ，BO 怎么会补辅助啊？我也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。我把波打完，这个人也不能跟我排了，他走金牌啊！打得好，不如排得好。哎，你这样话就有问题了哦！你现在是在暗示我刚刚是因为排得好才赢的，而不是我打得好才赢的吗？你现在意思是在说我不是我打得好，而是因为我排得好我才赢的哦！你这话话中有话、啊，兄弟。啊，出战机，我看一下，钻石分区49分。嗯，他果然，哦，他突然醒来了，哎，他不是屌虐就是被屌虐，并没有很浮夸、啊，他是碰到我们才起来的、啊，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？代表是我 carry 他的、啊，我把他弄肥了，弄起来了，他才能有这个带风向的空间啊。没有啊，白金一而已，这个号。另一个号在钻石，我那号影分很高，但是因为没有去打，所以还在钻石。影分大概在钻一钻二吧，赢一场加25，输一场扣9。那号还没爬，那这号已经快钻石了。有上路，有上路了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了，对吧？快乐小马来结束我们的 BO5 吧。